想到我的母校呢，我也有一些照片。完了，对，我一些。哇，这哈利波特。其实哈利波特就是在这里拍的，原来，然后他们用的那个特效让它变得更大，然后对，然后哇哦，很漂亮。哇哦，母校，哇哦，很漂亮，哇。我们开学在牛津也有一个习俗，叫做 matriculation， 打官司。不是打官司，那是什么？法庭打官司也差不多这样。等一下，法庭。对，然后 matriculation 是你第一年入学，大概第一周之后有这样的一个典礼。然后这个典礼的意义是什么？它是你正式了变成了这个大学的一个成员。戴帽子吗？戴那个分院帽。帽子。然后是我们穿这种很正式的衣服嘛。第一天我去的时候，我真的是没想到，一整个典礼都是用拉丁语。为什么？因为牛津大学有1000年的历史嘛，就当时拉丁语是最学术的语言，当时老英语他们觉得他们瞧不起。那现在世界已经变了嘛，但是他们还是保持了这样的一个传统。但是真的是当时特别可怕，就尤其是作为一个美国人，这是我第一次真的去国外住，完全听不懂，而且就是在感觉他们在说一个什么 Hogwarts， 就 Harry Potter 里的对，就是大概有这样的感觉嘛。然后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，我不是很好看的照片，但我哪天入学参加这个典礼，对。哦，这时候还很青涩，看起来。对，就是17岁。好英国，真的很英国。我觉得他那个装扮虽然很英国，但是他的头盔真的很美国。你看你的头